消防栓呢是救火非常重要的水源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在台南有一个消防栓呢，它的旋转开关竟然被柏油的碎石给塞满了。路旁的消防栓是抢救火警的重要水源，但是如果消防栓沉了，这副模样。仔细看看，消防栓的转动开关完全被柏油碎石块给堵住了。5号下午在台南地区消防局的水源巡查员意外看到这种状况，当场傻眼，只好拿起了工具拼命挖。费了一番功夫，好不容易才把消防栓给清干净。事后把影片贴上网络，担心万一真的发生了火灾，需要消防水源的时候，消防栓却被柏油卡住，动弹不得，恐怕只能拿着凿子和铁锤敲柏油，在旁边干着急。还好卡住消防栓的柏油还算松，可能是道路地面才刚刚经过刨除重铺，柏油车喷洒的时候不小心掉落，幸好及时发现，也提醒刨除地面的施工人员，避免哪天真的要用到消防栓救火的时候，开关却被柏油卡死，打不开。中天新闻黄轩台南报道。